六白官星在马年就飞到西面，这粒星大利官贵，尤其是管理阶层，亦都有利公职公务人员、纪律部队等等。在办公室可以放置公司标志、部门徽号、奖状等等，在家居可以放置神像，又可以用白粒黄白色的石春，又或者黄白色水晶座网，催官出贵，升职加薪，事业进步。